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呢是什么呢？是要整理我们的养分，当然这个是蚯蚓养殖里面你一定要做的事情。那首先呢，第一个我们要大镊子，把这个所谓寄行垃圾，这个呢其实是它没有吃完的，啊，有可能它不吃了，把它拿来。等一下就可以当成一般的垃圾了，把它处理掉。当然这里面或许还有一些蚯蚓啊，那我们就让它到其他的地方继续繁殖。那原则上这种没有腐烂的东西，我们原则上都是把它当成一个废弃物来做处理。那这个好处呢，是可以保持你本身的这个培养盆里面呢，比较干净一点。那你的养分肥呢，在下次施作的时候呢，也比较容易。那这个当然是比较会功夫的，但是我们今天所介绍这个蚯蚓养殖呢，这个最主要是我们的所谓种苗盆吧，也就是说，其他的其实我的蚯蚓都放到田里面去了，那这个只是拿来做所谓我一般讲的，怕有一天不小心都灭绝了，那你还有一点东西可以使用。那剪完以后，它是变干净了以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把整个这个盆子里面的东西呢倒出来，那有人会质疑说，那是多久才要整理一次呢？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呢是，当你有空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就可以做，并不需要说很有规律说啊一定要多久以后整理一次。这是不需要的。有时候你就稍微看一下，比如说像今天下雨天，那我闲闲没事，那我就要做一些小白一点，就是平常不能做的事情，那现在就拿来做一下。那当你把这个东西倒出来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什么？要把它重新放上新的，因为这个原本的养分呢，我们要把它拿来当肥料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需要新的。那我原则上我都是用培养土，那培养土要多少呢？我正常来讲就是，正常的这个盆子的三分之一左右，也就是让蚯蚓呢本身还能够很适度的生活就好了。那这里面呢有这种大颗粒的，那你不妨用手把它捏碎，那这个呢其实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手部运动吧。那这个最主要是你的基底如果好一点的话，比较不会长蚊虫，那这样对你这个种苗的养殖呢会比较好一点。那其实蚯蚓的繁殖速度是很快的，有时候你一不小心它就一大堆了，像我去年到今年其实我也总共才整理了两次，可是在冬天因为我没有整理，所以到现在今天才来整理，所以花蝶其实还真的是太慢了一点。那这个好了以后呢，其实我正常会拿点水啊，这边有水先借一下，你就稍微淋一下，有一点湿就可以，不用太湿，然后放在旁边，那等一下我们
捡到的蚯蚓啊，就可以直接放在那个盆里面。那开始执行的时候呢，啊，我们当然就是要一个一个慢慢的挑。那如果是没有蚯蚓的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其他的盆里面。我们就先排到这边，等一下我们再来做检验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把蚯蚓跟蝇粪呢做分离的动作。那这个有人是用所谓阳光的方式来曝晒，那这个当然也是一种方法。那这边也可以告诉各位，所有的蝇粪呢，它其实会有一点颗粒的感觉。那这个颗粒就是蝇粪水的重点。那其实对我来讲，这我的蚯蚓并不需要挑得很干净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其实蚯蚓还是可以拿到里面呢，再继续做所谓繁殖。那这边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像你抓出来这种小的蚯蚓啊，你可以先把它留在你的养殖场里面，也就是我们的小盆子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么小的蚯蚓，你如果让它去大地里面呢，它其实它本身来讲，它的损害力会很大，所以原则上我们都是会让它在我们的培养盆里面。那这边呢，也顺便告诉大家一下，这个呢，白色的这个东西呢，这个就是蚯蚓的卵，而这个卵呢，本身一个卵里面有超过将近7只的小蚯蚓的诞生。所以说呢，其实你只要捡几个这个卵呢，其实就会繁殖出很多的蚯蚓。好了，你就重复这个动作呢，继续的执行。那这个最主要呢，我用这个镊子，最主要是我并不需要挑出很多的蚯蚓，其实最主要是作为拍片介绍吧。那让大家知道蚯蚓养殖的另外一个乐趣，而不是很单纯的只是为了养蚯蚓。好了，我们先拍这个，因为接下来的动作很无聊，就是要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，我们就衔接到这边。好，现在已经整理完毕了，我只是把一些简单的东西呢挑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那右边呢，你看到这个呢还会动的这个呢，是所谓的黑水虻的，这应该是武林的黑水虻。那这边有一些蛋呢，这个就是蚯蚓的蛋。那或许你看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有用照片拍摄一下，等一下我还会做一个标示。我们整个整理好了以后呢，这是我们家的厨余桶，那我就会把一些厨余呢放到这里面来。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鸡蛋。鸡蛋对我来讲呢起得并不会很困难，因为我本来就有很多的鸡蛋。那有了这个鸡蛋以后呢，最好是把它捏碎，然后呢反方向的放着。因为蚯蚓本身呢不喜欢光线，所以呢你这样放着呢，对蚯蚓的觅食呢会比较有帮助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蝇粪的一个处理。那这是我的一个种，应该是做种苗场。那其他的已经收集好的蝇粪了。那这里面其实应该是还有很多的蚯蚓的蛋啊，或者是蚯蚓的幼虫，但是我们原则上就会让它恢复到田里面去，所以也就还好了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蝇粪收集以及种竹香的一个整理，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好了，下次有机会再见咯，拜拜。